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如此平静安稳地来到你的殿中，来敬拜你，来遵从你，主啊，因为是配得赞美的神，你在我们当中坐着为王的神，主啊，不管外面世界多么的纷乱，外面世界多么的波涛汹涌，主啊，我们能够知道，主啊，你是那唯一的神，那是唯一的真神，主啊，你要将那真理摆放在我们当中，使我们平静得安稳，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，主啊，我们能够认识你，主啊，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，使我们能够知道，主啊，你是那真理、道路还有生命，使我们能够一生都重新得力，在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，来到你面前，求你亲自来丰厚的赏赐，求你的恩膏此时此刻就这样降下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当中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凡劳苦重担来到你面前的，主啊，就必得安息，就必得医治，凡叩门的，你就给他开门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样在我们居住在我们当中来掌权，求你的圣灵亲自拥有我们的全人，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全人在你的面前，求你亲自来带领，也求主耶稣基督你亲自住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心里面，主啊，有满满的你的爱，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因为你先爱我们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今天这个美好的早晨，主啊，通过洪谦会传道要来传讲你的讯息，但愿你的福音的大能在我们当中，使我们都能够有感动，将这样的福音来分享给更多还未听到的人知道，就愿亲自来预备我们的心，在你的面前，就愿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，将以下时间恭敬的放在你面前，这样感恩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